啊，哥们儿，你家都这种啊？有，这次我使下来出来从角楼了。角楼今天安装5年了。行，那没有事儿，我搅明白就行。那我这头已经是不好搅啊，你搅不好我不你钱了。啊，哥们儿，你看客户都堵了，上去。堵了，刚才还能上呢，走2个道堵了。上去。上不了了。那你这话啥意思啊，哥们？啥意思？你说话太难听，不想让你上，啥意思？差钱啊？这钱我，我给你10块钱，我在这上厕所。10块钱，10块钱我给你拿个袋儿，完了你上里边上完，你拎走。都给我上饭店来了，你说我十五还拎走，我打包啊。那你别上了，我上。我给你20。行我吗？差你20块钱吗？我给你50，我就在你这上个厕所。当然了，我先上，一会儿我可不可以扫码？你等会儿，啥玩意儿？你先上个厨子扫码，不行啊，上不了。上不了。我给你100，能不能上？啊，能上不上？啊，那这不堵了，不堵，我用提着袋儿拿走了，不用那了，不用，啊，就说话难听吗？不难听，你说操，那有没有纸哥？有，这家伙，这灯我给你打一灯啊，完了你出来就行，我给你搜，行，好嘞。